哎，那我们再玩一下那个我们第一天来的那个游戏呗。你有我没有？对啊，因为人多一点，我觉得可能会好玩一点。你有我没有游戏？如果是你有，然后大家没有，然后你就会起来，你就可以赶紧的在你的位置上，然后跳我们的。你有，你有，这样。不分歌词，你跳。如果我赢了，我就跳舞是吗？都可以，是赢。你有，你看他都想跳，他现在赢了都想跳舞。都可以，输赢都在你，好吧？不是，那就不玩游戏，直接跳吧。你开心，你就跳。先来一个。先来一个。Kiki 老师都在这里。你们俩一起。我先看。你先学会，你再教我。他教你，你教我，一个一个。来，我只教一次，我只教一次。来。他只教一次，你要学会，要学好好教我。啊，手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手是。所以我要跟你一样的还是？你跟我一样，我这样。两只手。有没有那种一只手的？左手这样，然后其实就是一只手了，右手这样，然后打一下这个粗胯。你有。太难了。就是这样。等一下。牛幻想自己是个，是这样子光头圈吗？你有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牛，其实就穿针引线，牛，右一下，左一下，那你看没有那个什么东西的？你有，顶屁股牛。你有。再大一点。你有。再大一点。他的左手好像废了一样，就只有右手先穿完。我的心都死了。我觉得我上手比你快，兄弟。你示范给他看。你看这边过来，是这种感觉吗？你有。哦，他有一下这个，到这里，像蛇到这里，哎，然后哪就像蛇了。然后再扭过来，然后再扭过来，然后到这儿。啊，这里是动肩，左一个，到这里擦擦你肩膀上的灰尘。不要太强，大到我记不住。好，就到这了。好，再来一遍。你开心了就好。你有，要一边唱哦。你有。斯芬克斯，米丑，牛，四个啊。好，擦擦。好了。好了。好。嗨。很棒。你们那个的麦就该叫 The Ten。The Ten 还行。